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。吴伟被女粉十七秒狂喵七次，害羞到不知所措。没事没事，来按。老公。在大陆各地宣传新片《草木人间》，日前到成都校园宣传时，一名女粉丝幸运抽到和吴磊同台的机会。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六五四三二一。这名粉丝短短十七秒内用炙热的眼神看了吴磊七次，影片登上了热搜。By the way， 这名女粉可是真正喜欢吴磊九年啦，真爱无误。而吴磊接受访问时也回应了：前两天路人粉丝偷偷看了七次，你当时知道他在偷看你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不是在旁边有人偷看你，你是能感觉出来的。有时候你视线范围里，就是会有人在盯着你看，会被盯的，就是有一点不知所措。那你如果跟粉丝玩对视游戏的话，你觉得谁会先输？这个我不知道呀，因为我感觉我对自己不是很有信心。就跟他们对视，你就会害羞。也不是吧，我感觉不拍戏的时候信念感没那么坚定，我会破功。你到底骗了我吗？你们房子涨了百哪些？磊磊在电影《草木人间》中演技大爆发，让不少人超惊艳。那上一次让你感叹到原来做演员是一件很爽的事情是什么时候？上一次拍戏的时候，就间接性的吧，阶段性的就是拍一个戏，可能拍个五六天就会有一些，就是会就觉得哎呦，拍戏挺开心。能成为一名演员代表作的作品需要具备什么？我觉得需要具备很多很多的因素，但我觉得最需要具备的肯定是演员本身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用心。那你觉得你的代表作目前有什么？吴磊。